书店遇见大师，改变你生命的九堂课的第三堂，也就是说，这课程进行了四分之一。那在一年的时光中，过了四分之一就是一个季节的交替。那在人寿一百年过了四分之一的这个关头，代表一个阶段。那我们课程进行了四分之一呢，也要换一点，对，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主持人的搭档就是我跟开明。那我相信大家很怀念开明优美的声音，但是基于这个创新思维，就请各位多担待。今天我为各位服务。那不只是这个主持搭档有转变，那我们今天开头的影片也换了。那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讲人大王一次老师海云和尚的有一个道场是在我们台湾的鹿谷。那鹿谷最负盛名的就是茶、竹子，还有一个等一下我们会透过等一下的影片看到。那要看到这个很特殊的场景，它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在不同的季节都可能会看到。那以下的影片呢，是我们摄影团队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不同的季节做一个集锦。那我们现在呢，先邀请各位看这段影片，那非常适合在喧嚣忙碌的工作之后，来一段这样子非常清幽的影片，我们请各位欣赏。那今天是我们第三堂课，那主题是接纳，没有分别，没有羁绊。对，那在今天第三堂课，在第一堂课师父是讲烦恼，它自从而来。那在这堂课中，师父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烦恼跟业力的不同。就是遇到事情才烦恼，是真的烦恼；但是还没遇到事情就烦恼，是业力。那师父也告诉我们，如果能够连续克服三种烦恼，勇敢的克服，那其实就是走上修行的这一段路。那在第二堂课是这个习气，自我的好朋友。这堂课中，师父举了忍跟让两个字，那告诉我们说，自我是自己的好朋友，更是我的本来面目。那如果可以看清楚跟自己相处得很好，并且认知它、掌握它，是我们这一辈子的功课。那借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别人的习气，看到整个社会的习气。那这是前两堂课，那知道了我烦恼从哪里来，你就知道习气是什么。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接纳它呢？要从什么角度来接纳它？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海云寂梦法师为我们做分享开示。听到鼓掌，我反而乱了。很高兴我们再见面。今天我们有个主题叫做接纳。那当主办人跟我讲说是这个主题啊，我就想到一件小时候的事情。我爸爸他很爱我。小时候我多病，他就把当时最进步的健康食品，现在叫健康食品，叫做鱼肝油。他买了一瓶鱼肝油，是白的，用喝的，怎么灌我都灌不下去。后来就他自己吃了，他就再买了一颗一颗的那个鱼肝油。这个接纳这件事情呢，使我想到这么一件事。我鱼肝油，他就叫我吞下去，吞下去，对啊，检查没问题，我就早餐吃完了，上学去，在路上我藏在舌头下，我看他没有看我，我就把它吐掉了。这是个接纳的问题。一个鱼肝油啊，我有本事把它藏在舌头下，
然后经过一餐早餐还没吞下去，你看看口腔有多大，花了将近半个多小时的折腾，什么都吞了，就那颗鱼肝油还在。当你不接纳的时候，你有百般的本事可以拒绝它，可当你接纳的时候，你不难啊。台湾第一次把水果开放进口，就榴莲进来了。那有个朋友说：“来来来来，水果之王榴莲，吃的你会流连忘返，赶快来吃。”我跑了将近10公里的路，啊，榴莲，吃一口吧。他又拿了一块，当我拿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放回去了。因为在那10公里之前，刚刚好我大儿子啊尿尿，要换尿布，那个尿布我换了3次，第3次是因为他大便，那一坨大便就黄黄的，那个味道啊实在是，好吧，换了吧。结果经过10公里到那边又来一坨黄黄的。又是那个味道，你说榴莲多好啊，就拿到嘴边了，闻到那个味道啊，你又退回去跟他谈了2个钟头的话，一口都没办法吃。10几年后啊，我到马来西亚，又是榴莲最好吃，到槟城啊，盛产优质榴莲的地方啊，大家在吃啊，我都距离远远的，跟看臭豆腐一样，一块也没碰。当我们在拒绝的时候，再好的你都没有办法接纳。到底是什么原因？是真的你不接纳吗？不是，不是你不接纳，是你有一个排斥心理。大概再过5年，我到新加坡，他们拿给我吃，然后这个你吃吃看，因为到东南亚，我对于榴莲我是有防范的。他拿来我看看，没有味道，不是榴莲。我这么问，他说是，我就听成是不是榴莲，然后对，我就问不是榴莲嘛，他说是。你想想看嘛，不是榴莲嘛，我就吃了，哎，还蛮好吃的哦。然后再来一个，哦，又吃一块，哦，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这是世界唯一的，每一颗榴莲只有那么一片，你吃了2个。我说啊，你不是说不是榴莲吗？他说我说是啊。我问你，哎，我问你什么？他说你说不是榴莲，我说是榴莲啊。那你的心房瓦解了嘛？瓦解了你就吃了，也没怎么样啊。所以接纳不接纳完全在你的心理作用上面。我想有件事要跟各位谈一谈。我跟各位讲，你的病，你所讨厌的东西，可能是你潜意识的问题。尤其身体的病，绝对不是你身体的病，是你心理的病。而且这个心理主要还来自于你的思维模式，是因为你跟你自己不能相容，你排斥它，你不接纳他，你才生病。要讲这个地方哦，我还得再思考一下，不要每次讲哦，都是我生病你来问我，很多人这样问。但我要跟各位讲，我们有很多地方啊，是你自己潜意识的拒绝，不是真正的身体的病，是你思维模式。那个思维模式有瑕疵，才造成你心理的问题。思维模式的瑕疵啊，
它最严重的问题是影响到你的呼吸。我谈这个，陈文泰医师在这里，我住院开刀是他跟我检查的，我的病况他最了解，啊，医生还没动手他就先看到，啊，我这几十年来我们认识就我就在那个那个什么 X 光线科是吗？放射科那边他在检查。我们认识到现在已经二三十年了，他也都退休了。这个问题就在于，我在一直在思考，这段期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真的是我们的思维出了问题。所以我跟各位讲，当你很专心在研究一件事情，注意啊，专心研究一件事情，不管你在解数学题，或在思考你的事业问题，或者你的资金要怎么分配，乃至于哈要留欧要脱欧英国要公投之前呢，你都失眠了哈。我告诉你，当你这完全投入的时候，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应该医师们可以去研究的，就是你的呼吸已经不正常，呼吸已经不正常。当你的思维造成你的呼吸不正常的时候，你的思维模式是有问题的，思维模式。所以思维模式跟用心啊，我是有很完整的逻辑定义，但我可以告诉你，思维模式跟用心啊，学术界还没有定义。为什么我会把它做定义啊？是因为我们在运作的时候，你的呼吸产生变化，而呼吸变化造成你的疾病，你不知道。因为我们当代的科学号称人类最进步的这个时代啊，这个科学对于人体的研究，我跟各位讲还没突破1%，还在0.几%的范围，而呼吸的影响是绝对很大的。各位，你知道要什么叫做健康的呼吸、正常的呼吸吗？你去看智障的孩子，或者大人也一样，30-40岁智障的人，你有办法叫他坐下来，你去注意看他的呼吸是正常的，因为他不会用脑筋，所以他不可能专注，他不可能专心一件事，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当你专注的时候，什么叫平息以待？有没有？我们常用平息，就把呼吸压着，静静的等待那个状况过去，有没有？平息以待，那你的呼吸已经扭曲了，已经扭曲了。当你很专注2个钟头以后啊，你那不健康、不正常的呼吸就养成习惯，就养成习惯了。所以各位，你现在我们调查一下，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吸气比较短，吐气比较长？有没有这样的人举手？好，吸气比较长，吐气比较短的有没有？你看有啊，不是没有。我相信很多朋友不敢举手，为什么不敢举手？因为从来没注意到。哦，你不是说谎，因为你从来没注意到。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稍微留意一下，你留意一下，吸气吐气不等长啊，告诉你已经有病，那个病不要发作最好，一发作你就可怕的疾病，因为这是慢性病。因为慢性病你不感觉逼迫，所以你就以为很正常。告诉你有几种人，我不是排他哦，我只是陈述事实哦。你要是有早安晨跑，一跑超过2个钟头的，有问题。爱慢跑的，注意啊，有问题。爱骑自行车的，有问题。尤其
进入健身房里头的金卡会员，告诉你非常有问题。我不是说你要，你不要对号入座哈，有的话你稍微准备一下，因为你的运动叫肌肉运动，我们在讲的叫劳动，不是运动。所以劳动的意思，当然这个是无谓的一种区别了。所以劳动的意思是内脏运动，你去留意看你力量从哪里来，是不是从肌肉来的，那个力量就错了。力量这个东西啊， power 这个东西是储存在内脏里头，不是在肌肉里面。你去留意看看，我们要搬一个重的东西，你蹲下去要搬起来的时候哪里用力，是内脏在用力哦。你在投球的时候，你以为是手在用力吗？它应该是内脏在用力的。你在运用什么力道的时候，为什么常常会闪到？你以为闪到是背部的肌肉扭到吗？不是，是内脏扭到了。所以我要跟各位谈，内脏运动是很重要的。那么你的呼吸不正常的时候啊，你就这里产生问题。那我们在训练要真正能够接纳的这件问题啊，是从你自己本身要能接纳你的身体开始。当你真的能够接纳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心理才会趋向健康，这是个关键处。你的心理要健康啊，不是讲给人家听的。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检验标准啊，就是你能不能接纳你的身体。你要接纳你的身体，你必须改变你的呼吸，使它正常化。这是基本关键。你能不能够改变你的呼吸，使它成为正常化，它需要一件事，就你要看你的呼吸，吸吐有没有等长，你怎么看呢？我肯定你哦，越看越紧张。很多知识分子白领阶级都有打禅期，第一天要数息，要学禅修的时候，就教你说数息法，对不对？一二一二，或者是一数到十，十数到一，对不对？这个叫数息法，数谁止嘛？哦，数法谁法止法嘛？那么知识分子到最后都会放弃，为什么放弃啊？数不下去。你不要看一数到十啊，看呼吸啊。吸吐一，再吸吐二，大概数到三跟四就忘了，就不知道哪里去，开始打妄想了，就在那边想，梁山伯跟祝英台两只蝴蝶，一只红的，一只蓝的，哪一只是梁山伯，哪一只是祝英台，开始在找那个东西了。那找这个东西你很专心，你会很专心，但叫你数一到十的呼吸啊，你就数不下去，什么原因？这个就关键了，是因为我们不能接纳我们的身体。但是你会接纳妄想，会接纳妄想，这个关键，我想下面还不用再讲，先看看这一点。我们要怎么接纳我们自己这个呼吸的部分？因为我呼吸是打从出娘胎就会了，可是我跟你讲，你大概六七岁以后就渐渐忘了，渐渐忘了。你去留意看看，孩子跟着爸爸或者跟着妈妈，后来说不要给你牵，他要自己走，你去注意看看，前面五分钟他会跟着你，后来为什么会迷路，为什么会失散？就他打妄想了，他也打妄想，你也打妄想，
所以他就跟不上了，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呼吸不正常。我们不会研究这个，为什么？哪个爸爸妈妈会去研究这个小孩子呼吸怎么样？不会的，因为不会增加收入，对不对？你假如说老天爷有这么一条定律，你注意一下你的孩子的呼吸状况，那给100万，我跟你讲，每个爸爸妈妈都不上班，一定会坐下来看看孩子的呼吸。但是因为它不值钱，所以大家不注意。我先提供这个部分给各位做参考，我们再来看看呼吸怎么样令我们能够产生接纳，好吧？我想怎么样感受呼吸的正常化，我们能不能来做个实验？我想请文林师姐。好，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接下来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特别节目。各位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个容器，那要是怎么样的容器，我们才有办法接纳装下新的事物？怎样的容器呢？空的容器，非常好，这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答案。那还有一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可能这点哦，老师，我们已经有答案出来，非常好，要干净的容器。这样子，你空的容器，我们可以装到新的东西。那干净的容器可以保持我们装进来的东西不被受到污染或是改变。所以，刚才师父提到了呼吸。那我们从小到大，师父也说，我们只要一打妄想，脑袋一用，呼吸模式就不正常。呼吸模式不正常，我们的思维就起了变化，那在身体上就会累积了许多疾病的因子。那同样的，心理上我们也会产生许多自己的主见、偏见、意识形态。那我们带着这许多的东西呢，我们的容器它其实就是满的，它其实就不是干净的。所以为了要能够真正的接纳，我们在华严的禅观跟瑜伽行法里面，它有很多方法可以来帮助我们清理这个容器。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各位邀请到华严禅观第一线最优秀的师资之一文林师姐，她要来带大家亲身的操作一下所谓的呼吸清理法。那大家请掌声欢迎她。大家好，我是文林，服务于华严学会禅观教学的部分。会看到我的出现，一般都是在禅堂课堂。那这一次是我的处女秀，借由海云师父的签书会，才有机会跟各位认识。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不免我站在这里就是要打广告一下。今天要分享的是在进化禅课程里技术面的教学，有一个叫暖身二法。暖身二法哪二法？生命载体调整术。载体指的就是这个身体，刚刚有讲容器，这个容器。那这个身体怎么调整的方法？一个叫生命导引术，也就是我们简单讲叫做各种呼吸法。刚刚师父提到呼吸，那这两个方法一旦结合在一起，经过我们的专业用心指导的方法，它会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效果跟境界。那初期来讲，它会对身体产生一种矫正跟疗愈的效果，但是在这更进阶专业的指导里面，它就会进入我们讲的专业修行领域，入禅定。那入禅定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转凡成圣，凡夫的生命转为圣人的生命，师父常讲红尘的生命转为灵性的生命，入涅槃成佛。所以我们有一套很完整的修行教学系统。
那既然我们有这么一个大宝，一个大宝山在里，在那里，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宝山里面取了其中一小部分的法宝，好，我压跟各位压个宝，你们才会来参加净化禅。好，我们取了一个里面的法宝，就是生命导引术中的其中一种，叫呼吸清理法。好，那今天跟各位先问一下，呼吸，我们是用什么呼吸？很简单的问题啊，为什么还要问呢？用鼻子还是用嘴巴？鼻子。好，都答对。可是偏偏在做的时候，就有人会用嘴巴。哦，这个不能说是大家怎么样，因为整个环境的关系，还有生活的压力，渐渐我们不再注意我们自己本身，注意我们的呼吸，所以渐渐有的人有压力之后，鼻子开始过敏，已经开始堵塞，所以他慢慢的就会转成嘴巴呼吸。好，那我会提到这个呼吸，就是告诉各位，等一下我们做的几个动作，它是用鼻子，所以请把嘴巴闭起来。好，用鼻子，请把嘴巴闭起来。第二个清理，好，我们讲到清理，要清理载体，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容器，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器官，五脏六腑。那它里面有什么？很多，我们大致归类三个体，它里面有气体、有液体、有固体。那身体它无时无刻都在新陈代谢，所以在我们这个容器里面，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不好的我们姑且把它当成讲叫做负能量。那当这些东西它必须代谢完之后要排出身体外面的时候，那也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也因为年龄的关系，所以它的功能无法正常运作，把这些负能量排出体外的时候，那它的必须就要到医生那里报到了。好，所以到那边报到之前，可能还没报到，自己会先去买药吃，啊，去推拿去干嘛的。那我会提到这个是教这几个方法是不用透过别人，透过我们自身去练习，你可以达到这样的养生效果。那这个方法清理，顾名思义就是要把里面东西倒出来，所以呼吸是用呼还是用吸？要把它清出来，呼。所以简单的讲，就是用鼻子呼气的方法，就是呼吸清理法。好，这样就各位比较好记。那这个方法的功能主要在清理我们的颅腔、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肺胸，所以它会阶段式的清理。初期在运作这个方法的时候，它会产生有的人反应不同，会有打哈欠，咳嗽、打喷嚏，诸如此类的症状会出现，甚至它会放屁，会气体出来。在进化的更深入的时候，你在吐的时候，它会有鼻水、鼻涕、有痰，那这些会出来。那您如果做到这样，恭喜你，你做对了，才会有这个清理效果。虽然一个呼吸法其实它是有层次的教学，那初阶这个部分我们会把它拿来当清理跟净化，也就是去释放负能量，排出负能量。在当你的身体净化到一个程度，它慢慢经过指导变成它是一种激发正能量的方法。好，那当然这个部分秘密请来净化禅，我一定要买很多的伏笔勾引大家进来，真的是很好。好，我大概是介绍到这样，那如果希望更了解更详细的部分，请来参加净化禅。 好，请各位请起立。那因为位置
空间比较小，然后今天时间有限，我刚刚忘了看几分钟，所有稍微多一点时间的话，请见谅。可以后面的可以找空间，哎，可以找一下空间，可以往前站一点，没关系。请你把眼睛先闭起来，好，全身放轻松。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去感觉你的呼吸是长还是短，是急促的还是缓慢的。是冷的空气呼出来，还是热的空气呼出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关系到它了，现在好好的认识你的呼吸，感受您的呼吸。请用鼻子呼吸，嘴巴闭起来。好，再去感受一下，您的呼吸顺畅吗？从您的鼻腔、咽喉、气管一路的呼吸道顺畅吗？好，您就记得现在您的状况。好，慢慢眼睛睁开。好，现在我会带几个动作，那各位去感受一下，刚刚有讲到是用鼻子呼气的方法。那呼，等一下我的口令会讲吐气，但是意思就是用鼻子呼气。好，那第一个动作我们会做肩膀运动。好，先看我示范。好，吸气的时候，请把肩膀往上提，靠近你的耳朵。好，提的时候，请你把手肘、手臂、手肘、手掌、手指头通通都放松，只是肩膀往上提。好，吐气的时候，感觉两只手像提了两桶满满的水往下沉，不是瞬间，慢慢的让它往下延伸。然后这时候你会感觉你的颈部、肩膀整个伸展开来，所以现在我们做慢的。好，吸，肩膀往上提，吐，两手往下延伸，把你的肩膀颈部伸展开来。好，再吸，提到最高，吐，手臂、手肘、手指头都放松，再来一次，吸，吐，吸，吐，吸。吐，最后三次，配合自己的呼吸做，吸，配合自己的呼吸做哦。
最后一次。好，接下来我们会把节奏再加快一点。好，眼睛睁开，先看我做吸，吐的时候整个重力往下吐。好，吸，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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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自然呼吸。我们每一个回合做十次。好，先调整一下呼吸，调整呼吸就是自然呼吸。如果你做了这几下是很喘的，那呼吸就是喘的，因为身体需要那样的呼吸调节你的身体。好，现在在自己配合自己的呼吸，每一个循环做十次，请做三个循环。好，自己做，吸，吐，自己做。一个循环做完之后，自然呼吸调整好之后，再做第二个循环。最后一个循环，好，慢慢停下来，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自然呼吸，肩膀放松，两手放松，全身放松。接下来我们同样的动作再加快节奏。先看我这边，重点在吐气，用鼻子吐气，嘴巴闭起来，一样一次一个循环十下。先看我这边，这样是一个循环。好，请配合自己的呼吸做三个回合。好，现在开始，嘴巴闭起来，用鼻子吐气。如果有鼻水、鼻涕会出来的，你就让它出来。手臂、手肘、手指头通通放松，只有肩膀出力。好，做完三个回合的朋友，一样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去感受你的呼吸。好，接下来第二个动作，看我这边示范。手肘抬高，手握空拳，吐气的时候手肘往后，胸往前挺，后面的肩胛骨往脊柱挤压。好，看我做。好，一样一个回合十下，做完之后手放下来，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自然呼吸，调整好之后再做下一个回合，一样做三个回合。
调整好呼吸的同学的朋友，自己可以开始运作。手肘抬高，手往后，胸往前挺。嘴巴闭起来，用鼻子吐气。如果熟悉的朋友，请把眼睛闭起来，去感受你的呼吸。调整好的人，再做第二个回合。好，最后一个回合，调整好呼吸的朋友，请做第三个回合。好，眼睛闭起来，把注意力放在你的风门上，也就是你的呼吸。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做最后一个动作，请把你的手肘跟身体呈90度靠近身体，一样往后的时候吐气，胸往前顶。做完10下就放下来，自然呼吸，调整一下。好，调整好之后再做第二个回合。最后一个回合，好，请把眼睛闭起来，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再次去感受你的呼吸。你的呼吸现在一直在调整中，虽然有点喘，你去感受一下，跟您刚刚观察自己呼吸的状况有什么不一样。你的呼吸，你的胸腔，你的肩膀，因为时间的关系，跟各位带这三个动作，也是给各位回到你的工作岗位或是平常的生活中可以运用上去，肩颈酸痛或是头脑不清晰的时候，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方法帮你疏解头部的不舒服、胸腔的不舒服、呼吸上的不顺畅。好，还是要再打一下广告，这只是一小部分的法宝，还有更大的宝山在我的后面，所以邀请各位来参加进化禅，我们在进化禅的课程上面见，谢谢。
谢谢文林老师。这个老师在禅堂里是很优秀啊，他剪这一段来哦，这样剪太不及格了，因为他不应该教那么详细啊，而且前半段没有连接，后半段也没有连接啊。他精华这样给予各位，你最少要交50000块这一节课啊。这个部分啊，前半段要教你们，你们现在回去自己就可以练这三个动作。你只要想要预防脑梗中风的话，你就认真的做，哦，他这个效果应该刚才下台前就要先讲了，他没交代哈，这个就先扣10000掉。那么一开始要做之前，你在家里要做啊，办公室都可以做，这个地方要先运动，不然我看各位啊，这个肩膀提不起来，提起来放下去，提起来放下去，怎么样很松的放下去，所以。这个肩膀要先运动，我看好几个人肩膀是歪一边的哈，都快了哈。这前行啊，要有个前行的运动，最后啊，你也要再疏解一下，不要马上坐下来，因为你这刚开始做的时候是很喘的，哦，不要脑梗没有变心梗就麻烦了，哦，做好以后大概。假如是办公桌绕了个2-3圈以后，稍微喝一点水，不是喝口水，喝一点水，让它顺畅。它主要是胸腔跟颅腔的废气排除，因为颅腔压力大，所以你要疏解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打哈欠，打哈欠，眼睛会流眼泪，那都是在疏解脑压。这脑压一疏解哈，你高血压就降了。那个脑神经元末梢啊，末梢神经啊，压力就解除了，就不会有脑血管破裂的威胁啊。当然，我不保证你100%啊，因为我们不是医哦，我没有检查哦，你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我们也不是药，没有叫你吃药，都不靠外力，只是告诉你这样自己怎么去疏解。哦，那你逐渐会感受到你的身体会比较敏感，不会现在像很麻木，到底我怎么样不知道。人家说你身体很僵硬哦，你说我，哦，哪有，哪有，哦，叫你头转过来，头一转就胸部会跟着转，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我们叫老化，不是老化，那是僵化。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这样转弯，头一定要这样转，转过来，当，哎呦，会掉了。为什么？因为你的颈部已经僵化了。那我们都会感觉到颈部的僵化是这个神经嘛，对不对？肌肉嘛。血管嘛，其实不是啦，脑压太高了。还有解除压力，就是他这一招，文林老师这一招。哦，不过他教那么清楚，你们大概已经减掉一半了。我要跟各位谈的是，你要接纳自己，因为你已经违反自己而不自知。你想接纳，哪一个人不想接纳？但我没有办法接纳。因为你的身体，你跟你的身体是反方向而走的，所以你讲的接纳是有问题的。今天我跟各位谈这个部分，纯粹没有道德律，也没有劝善，这是你身体本能跟自然的东西。我很不喜欢讲啊，劝世书有吗？劝世文的那种劝善的。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我想你回家也会讲劝善的给孩子听嘛，那就不用我再讲了。但是这个地方是你疏忽的，不是你，每个人都疏忽，每个人都疏忽。我们到什么时候才会照顾我们的身体？你知道吗？你进医院哦，开大刀哦，
啊，没有送往殡仪馆，那个时候又能回家以后，你就会开始注意你的身体要怎么保养，你才会注意你的身体。告诉各位，你要不注意你的身体，就像你不注意你老婆一样，总有一天他会说：“我们来谈一谈。”你要长期不理他，他就会给你好看啊！到时候你看你要不要注意他？到那个时候，你才会开始注意体贴老婆，照顾你的身体。现在叫你照顾，你也不知道照顾，照顾什么？对不对？健康食品一大堆，几百种，你去挑吧。你要照顾什么？你根本不知道要吃什么，那小姐谁会跟你介绍啊？这 Q10 是可以预防什么？预防什么？啊，你就 Q10， 有没有 Q12 哈？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疏忽了我们的身体。你必须面对你的身体，其他才能讲，要不然你的心理无法矫正过来。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家，我们都很爱我们的那一半，我们也很爱我们的身体。其实这是空洞的，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爱嘛。我记得那时候我结婚好像3年多，也是出差到高雄去，我想难得到高雄嘛，啊，回家买个礼物送给太太嘛，就买了口红啦，买了香水啊，回家就跟她炫耀，送你口红，送你香水。结果她问我一句话：“那你什么时候看我涂过口红？我什么时候用过香水？”那我想，啊，我都没有买给你，你当然没用啊。她说她从来不用。你有体贴吗？我想的，对不对？我要体贴太太啊，我送我口红，送我香水，这是应该的嘛。可是他从来不用香水，也从来不用口红。你有没有搞错？我们用想的不叫爱，你要付诸行动，这是一个关键处。有关呼吸的这部分呢，我要告诉你，刚才那是根本的、很明显的工程，你马上可以感觉得到。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我跟你讲，我没有教他们的哈，现在教你们。这个方法叫做一息十念法，一个呼吸呀、啊。要念10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你一口气要念10念是不可能。你有一个方法，就自己慢慢的去调，大概要三年的时间。它首先就是你先算算吸气你念几声，吐气念几声，那你不可能念到4个字以上。就按照各位，假如你没有真正去注意你呼吸的话，你在一口气当中大概只能念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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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就要吸气短吐气长的话，你大概吸气只能念3声，吐气念7声，它慢慢慢慢就会调过来，吸气吐气啊，到5声5声。这个调到正常大概要半年的时间，你自己去留意，我讲你去试。然后呢，你再由佛佛佛变成南无南无南无两个音，假如你不是佛教徒不愿这样念也可以，那你就1111123123，那念到4个字，假如你是信耶稣的都可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以马内利，以马外利都可以，都可以。你用你的方法，自己去数，数到吸气、吐气都4个字的时候，我告诉你，你4个字，而且都5声5声的时候，你的身体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假如你感觉你有顾及改善的时候，那你愿意包个红包给我，我接受。
透过这个呼吸，你自己就会改变，就会改变。而在这个过程里，身体、心理会有很大的变化。其实到这个时候，你的心性四个字、四个字平稳的时候，你的心性都会有变化。我只讲心性。其实啊，你念到六个字、六个字的时候，你的命运都会转变。就只有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这个才叫不可思议啦！只是健康没有什么小 case 啦，小 case 啦，搞健康不难啦。我当时陈文泰医师就知道我剩下几天要死了，那我就我可以不死，为什么不死？因为我已经死掉了。按照当时医生的结论判断，我剩下一个月，而且住院九天过去，开刀到我出院九天过去，剩下21天。啊，那在这之前3年我就该死了，没死啊，就是把这个东西转了。命运你可以转，不是不能转，但问题是你有没有方法转？想想看，要转变你的命运，你要多少的代价？大家，他转变命运要什么代价？要下功夫啊！要下功夫 啊！你有没有下功夫？你的功夫下对还是不对？啊，明明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往东方跑，你以为法界是远的？法界不是地球哎。哦，往东方走远一久一点，多绕一圈也会到西方，没错了。可是当它是远的时候，就没有东方西方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你要下功夫啊，要用得对。那么刚才教给各位的是你对自己的认识，你将会发现这几个简单的动作谁都会啊，对不对？第一个提上来放下去，不是提上来放下去。教我们要这样教，提上来丢下去，提上来丢下去，这个才会自在哦。那你要这样的也可以，那这个首先你这个要柔软起来，你这个不柔软起来，给你戳两下子你就筋骨受伤，骨头不会受伤了，软骨会受伤啊。所以一定要先柔动，这个我们是每天都在动的。这个动的时候，其实排肺，这肺部的废气啊，可以排掉。各位要留意，照顾你的身体健康。讲这些小动作哦，实在很不值钱。要讲哦，就讲那个哦，你在脑内革命啊，什么心灵鸡汤啦、啊，哦，你就听得嘴巴张开开的哦。我跟你讲，那些都是观念啊，没有用啊。回家睡一觉你就忘了。但是这个东西对你是绝对绝对帮助。你要是以为说我们60以上的人都老了啦，老化很正常啦，再来就要拐杖了，再来就要轮椅了，那叫做该死。其实你这往后几年不论长短，不再长短，我们要的健康，健康就是要能吃，不要人家喂，不要掉点滴插胃管，要能吃才叫健康。然后要能自由走动，不要这轮椅，要人家现在发明电动轮椅还可以爬楼梯哦，你不要靠那个东西，自己两脚四肢能动，要能睡啊，你不要坐着一直度孤啊，躺着睡不着啊，那你就很痛苦啊。这三个要能做得到，能吃能睡能够到处跑动，这个才叫健康啊。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可能有点小微恙哦，这个地方怪怪的，揉两下，这个地方怪怪，因为我们都把人家用了几十年嘛，用了一甲子以上的，我动一动，至少要能够动得起来啊！你不要动，还说你帮我把肩膀抬高一点，我要运动。把肩膀抬高，还要人家帮你抬，还要你要还要什么运动？
但是你在做这一个运动的时候，已经告诉你帮你抬高了。你记得这个动作啊，这个放松，抬起来，丢下去，抬起来，丢下去。我们教学是教你像提着水桶一样的，慢慢的放下去了。这是教学步骤要教的。那你在家里要做的话，你就哎哇跳跳，慢慢的细跳跳。从这个地方开始，你慢慢的就会感觉到什么叫接纳自己。你不能接纳自己，你就不能接纳家人，不能接纳我们周遭的人。要怎么接纳？从接纳自己开始，真实的，不是想象的。我们都想要做好，就是做不好嘛。哪一个不想成功，偏偏碰到的就是失败，那哪里出问题了？对不对？哪个白雪公主不想找白马王子，她每次结婚以后都在那边后悔，早知道就不结婚，对不对？每个人都有理想，你不能只接纳理想，我们会遇到挫折。你怎么面对挫折？面对挫折，你要怎么迎接它、接受它？其实啊，有很多挫折是很好转化的，转化，它会转化掉的。可当你开始在逃避、不愿接受这个失败或者挫折的时候，你的灾难就到了，因为那个愧疚感、那个不服输的心呢、啊，会一直存在着，它会伤害到你。你不知道这把利剑有多厉害，那叫什么？台湾话叫硬啊！我就万事俱备，就只差就是那个人，要不然就那时候那句话不讲就好了。结果你讲了。你底下赢起，你赢啊，赢了去，你一定伤害自己啊。然后呢，就开始了，家人跟你讲话，你听不到，对吧？你一直在赢的那个氛围里头啊，家人想要安慰你啊，麦克共啊，安慰无效，人家稍微把那个问题再等一下，就好像又伤害到我了，有没有？所以那一个。怨啊，一直在那地方磨，那是对你一再一再的伤害。你要怎么接纳自己？你说我认了，我愿意，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一个人遭遇失败以后，他就会一垮就垮下来，连身体都保不住？为什么他在奋斗的时候生龙活虎，一个失败就整个垮下来？拿破仑最典型啊。对不对？他本来就有病啊，滑铁卢之役失败以后被抓到那个南美洲的小岛去关着，他人就变了，他实在没办法了。为什么？他一直含恨嘛，怨在那个地方，到最后谁知道他的下场？没有几个人啊。那他能不能活得很精彩呢？其实他可以活得很精彩啊。他反正现在我放下就好了，放下，面对失败。其实呢，他每天就在小岛里游泳，你也跑不掉啊。他每天就可以过着，你看，有人共吃，有人共穿，然后又有人保护你，你不是活得像天人一样吗？可是他却活得比囚狱还痛苦，所以天天就跟那个守卫啊在那边吵架。因为他本来是大元帅啊。那所谓站的姿势不好，他看得很难过，那根本没你的事嘛。他只好跟所谓吵架，说你这个不及格的啦，你将来不能怎么样怎么样，谁要想象你当三军总司令嘛？为什么？赢，不能接纳自己。失败，跟各位讲，跟成功一样美丽。像他们这种人啊，被关着跟你讲，比我们在外面更幸福啊！
也不要洗衣服，人家替他洗，不要清厕所，人家替他清，有人煮饭给他吃，东西把他弄得好好的，就怕他死，把他看得好好的，你稍微病一下，你根本就不用讲，御医就来治你。所以他只要面对自己的时候，他人生其实是很泰然、很自在，但不能面对。不能面对的时候，他痛苦就来了。那痛苦不是虚幻的吗？你想想看，只要他能够看下来的，我这个跟那个皇宫里还不是一样，照样人家服务，只是换个场景嘛，没有那个富丽堂皇的那一套而已啊。其实大自然也是很富丽堂皇啊，蓝天白云、大海、微风，还不是一样？就是看不过，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他不能接纳。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看到修行人，他对于是非成败毁誉啊，他会很淡然，因为都一样嘛。他面对的是事实，就我的存在。这个我的存在很难跟你解释，因为不是我的，是我存在，我是存在，我等于存在，不是我的。我的是那个存在是在外的，我就是存在。当他是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和风许日啊，或者是狂风暴雨啊，是平等平等的。你能不能这样平等的看待你生命周遭的这一切呢？留意这一点，我们周遭的一切只是存在，黑的、红的，他们有没有排斥？我们会比赛，红的一成绩高还是黑的成绩高？两个不分先制的时候，只好说昂水欧大班，对不对？两个平等平等啊。事实上真的吗？我喜欢穿白衣服，里面衬着黑衣服。常有朋友这样讲，你要记住，穿白衣服里面的内衣要穿白色的。我就听话嘛，要聆听、欣赏、接纳嘛，我就把它穿白的内衣，因为我不穿内衣啊，怪怪的，只穿这一件不习惯，就穿白内衣，就白衬衫，好，那镜子一照，好像不太对，说不上来不太对，回来再想一想，像不像穿丧服啊？里面白，外面也白。那后来我想想不对，还是黑白相间比较好。人家再跟我讲，这不对称，应该白的穿白的。我就想，好像也对哈。白的穿黑的，然后我就想，穿白衬衫是不是要穿白长裤？然后再穿白内衣，再穿白内裤，就好像要去出殡一样。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黑的白的都不是颜色，算颜色的话，黑白不算颜色哦。红黄蓝绿那个是色，黑白不是色哦。我就突然想到，最耐看的是黑白相间，你有没有留意到？最耐看呐，不是纯白，是黑白相间。所以我们看古代唐朝、汉朝的颜色是黑白相间。你现在去注意看，留着唐朝的，人家都说很有日本风的那个，其实都是黑白相间的汉唐风格。人类文明启蒙以后，留下来最伟大的就是黑白相间的艺术文化，这是最了不起的。我才发现，原来我还蛮有天分的。你要接纳你自己，不是人家讲，人家讲好意见，我们要接纳，没有错，而不是盲目的去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好，这个地方就有一个
什么时候我该接纳别人，聆听欣赏接纳嘛？什么时候我会坚持我自己，这个就是智慧。不然你会团团转，人家提的意见呢、啊，我到底要不要接纳？那你就一个答案，去把杯，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决定嘛，那就是你没有智慧。那这个智慧，有人就把它选用另外一个词，叫做个性。涉及到个性的，我不接纳别人的，我有自己的主见；不涉及个性的哈，我就随缘。那这个好像也对，不过运用之妙，存乎你心，在你的心里，这个拿捏的分寸看你自己。你自己认为要，你就要；不要你就不要。不要人家讲你就那么团团转，那你就跟世间的大部分人一样，现在流行黑色，大家黑色；流行红色，红色；那流行什么你就跟着什么，那跟着流行走有跟着流行的时候，有些时候不是流行的问题，是你的性格问题。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这个部分，看看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啊。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有什么你认为我们该可以探讨的？好吧，我们是不是做个交流？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师父为我们开示。那我们现在进行就是现场的问答。那各位朋友可以跟我们场边的工作人员要就是纸笔，可以把你的问题写下，或者是可以直接举手发问。那我们现在进行问答。好，我们请师兄。老师，老师好，我想再请教一下，刚才在谈到的呼吸哈，这个吸的时候是用丹田还是就平常这个胸部的呼吸就够了，还是利用丹田这样来吸？谢谢。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谈到那个地方，你先把呼吸恢复正常以后，你要用丹田呼吸就可以用丹田呼吸。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呼吸不正常的时候，你要用丹田呼吸有很大的障碍。当把你调正常以后，你要用丹田呼吸，加个压就可以了。它是很自然会完成的 ，OK。事关各位的权益，是你身体本能所需要的，你的健康所需要的，我们可以提出来谈。老师好，他请问一下，如果小朋友从小就鼻子过敏，那他要怎么调呼吸？谢谢。鼻子过敏，他也要呼吸。可是一直头晕。哦，那这个呼吸更重要，他的呼吸有问题。那么医生可能会讲他过敏引发的，或者其他因素，那我们就不知道哦。可是我告诉你，你还是叫他调呼吸，用我刚才讲最简单的，用做那几个动作运动也可以。哦，那就可能他会比较累。但是你做那个运动啊，他的鼻子过敏跟脑压的问题哦，他会有明显的改善。你就教他这几个动作。假如你还学不会，不等一下就不要放过他。哦，那你假如说他现在多大孩子？小六毕业。哦，小六可以的，你可以教他这些运动，他只要能够有改善，比较舒服，我相信他会迷上来做。我想请问一下，我刚刚做的那个呼吸，我不小心没有做对，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活得很喘，是不是我没有做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做错了。那我的答案只能说是，是
有没有做错你就自己猜，因为刚才人这么多我没有特别注意到你，不过既然没有感觉到那运动的状况，第一个你就留意看看你这肩膀提有没有提起来，因为提起来是肩膀的这边外头这边要起来，我看很多人提的时候是里面的提起来，不是外面的这个地方提起来，提起来以后放下去，等于把它丢下去，丢下去，它会造成一种很轻松的那种状况，叫你连续十次啊，是开始在运气了，开始在运气，运气这个问题，我想请问大家，个人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感觉到身体有一股气会跑动的？有没有？有。这个叫气动，气动的人哈。气动的人包括定义相当，我们人是分两种人啊，不是男人女人啊，男人女人都会有，有的会气动，有的人不会气动。那么会气动的人哈，他在讲他身体感受的时候，没气动的人是听不懂，听不懂，因为你不会动，你没有气，你不是没有气啊，精气神都有啊。可是他在讲气动，有一股气在跑的那种气动，他跟几种人相关，敏感体质，经常鬼压身的，还有常常见到鬼跟神的，有时候这种，但我差不多天天都遇到，今天下午也有一个很认真跟我谈这个问题，那容易激动，气机有没有，什么豆头红头的啊，那这些人都属于气动的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啊，跟我们不动的人人生价值观不一样，但是我们因为教育水平比较高，有很多训练教育，所以呢你还会端正跟不气动的人相处，真正那些气动而教育水平不高教养比较不足的人，那是很麻烦的一群人。那么现在最担心的一种人就是他没有很良好的家教科班的教育训练跟良好的道德素养，又不是低层次的，他介于高中之间的这些人啊，带有一种良知道德然后一般的知识水平，可是他的那个东西啊又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这个时候他容易造成一种扭曲压抑，他想讲他心思无人知，跟共人都挖起笑不然就是说我神经病我精神病，不是，这些人他在现代这200年来的文明发展当中把这种人的这种现象完全谋杀了，可是在过去200年以前20世纪以前的时代里，人类的文明是这些人创造的，你要留意到这一点所以在我们的历史长河里这些人是领导着我们的文明稳定跟成就，可是这200年来是身体不动的人，没有气的人，他凭着左脑一再的创发，所以发展出来的都是没有人性的，那种会气动的人是比较具有人性啊，这种人也灵性也比较高啊，灵性不值钱啊，逻辑思维值钱，所以这是这个时代所发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造成很多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所以你那个情况跟我讲的这个不一样，不过你那个不能够把自己真的活动起来的状况是我们使用逻辑思维就使用左脑的人最大的障碍。你要想办法去突破它。OK。我这个答案你大概没听过。所有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就成熟的就经济发展成熟的已开发国家地区的
社会不会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都被打入边缘人，社会边缘人的立场，不是这个人占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换句话说，有二分之一的人是被压抑着，被左脑思维的人所霸凌。OK， 有问题？不要以为稀奇古怪，这一点都不稀奇古怪。师父啊，我刚才在做第一个动作的时候，做到连续动作的时候，会整个脸这边都发冷，然后这边都发麻，好像要晕倒这样，气上不来，请问是为什么？气不通。你练了半天还是没有练通，那个要好好练习练习，不然身体很快出状况。换句话说，你吃下去的只有通下面，没有通上面的，所以你一直不会老，那就很可怕。OK， 气通要多练习啊，那个腰部的运动要多练习，因为我们刚才只讲生命能量的导引术，生命导引术啊，没有讲到载体调整术，也就是身体要怎么调的部分，刚才没有提到，你那个要从身体去调整。OK。那个肩膀在做第一个动作的时候，肩膀两下就会僵硬。你做了才僵硬啊？对。应该还没做你就僵硬了。你是做两下发现你僵硬了？做了两下就发作了。发作了？怎么发作？就感觉特别僵硬。哦。气血不通。一动就会酸。嗯，会酸。你这个理想主义者。会有这种情况，因为理想是你自己的一种妄想，你有那个理想在那里，你就会专注，专注的时候就肩膀耸起来，然后放下，放下，尽量这样去锻炼，对，多练习，那个是身体调整术，生命载体的调整术。先做调整，再学呼吸 ，OK。那个有事没事就找他，找文林。啊，这个、生命载体的调整术，先调整 ，OK。然后那个呼吸会有点虚，就感觉要吸没有吸饱，要吐没有吐满这样。对，就载体调整术要先调。你们两个应该都有同样的状况，因为我们为什么叫暖身奥法，要把身体热起来的两个方法，一个身体，一个是呼吸。因为不能够站太多，这个空间不够，光我们这里的人，要我们那个大禅堂才够用，因为这个调整当中包括滚地板。那都要相当大的空间才够用，而且要有各种安全设备。在这个地方只是简单的跟各位讲，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所以我们不做太多的这种调整，要调整要进禅堂，记得华严禅堂才有讲这些。请问师父，国内青少年吸毒问题十分严重，若家中有吸毒者，父母与家人就会感觉到无助和痛苦，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知何时会爆炸，更可怕的是这些吸毒者通常大脑受损，人格崩坏，无法沟通，宛如琢磨，
接纳已经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请问师父，如果又开始，如何以佛法妙药如药师观音法门，让吸毒者脱离魔境，去除恶习，使家庭与社会获得幸福？好，我相信提这个问题的人深受其苦。这些家有不正常，包括吸毒的孩子在，它是个社会问题，不是家庭问题。这个社会问题啊，它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问题。但是有关吸毒，它是终端最后显现出来的问题。当它问题产生的时候，已经是最后的问题了，所以不能够由个别家庭来承担。那么你假如要把这个孩子送到乐戒所去，由更生会来处理啊，大概也不是很理想。我们现在的那个制度我是不知道，我也没去过，更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你要透过乐戒来完成啊，听说成功率也不大，那要怎么办？就说政府所能做的是到这里，但是我们不要把责任再推回社会去，因为这个社会的结构性病态，社会不正常的结构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你要政府去处理，政府只能够说算你家活该，他也没办法。他已经都戒弄好了，然后也有社工去追踪啊，他又能怎么办呢？他是不管的啦。讲是他要管了，根本他就没办法管。但是我们自己要自强，你可以做。你自己啊，家长自己先来学这两个法，暖身奥法。就是说让这个孩子做一点运动，他把大脑里头的废气清一清，跟胸腔的废气清一清，他就不会想要吸毒。他之所以想吸毒就是沉闷，他需要兴奋剂。这兴奋剂以后啊，废气没有排掉，他是只会使颅腔的废气更增加。那这个时候啊，当他药性过了以后，他就更昏迷。那怎么办呢？你只有把那废气给清掉啊，可是他不会清啊，这问题就来了，它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到最后有些毒品是伤害身体很严重的，有些毒品只是造成惯性，吸了就好，不吸也无所谓。那当然就是说属于二级三级毒品嘛，可一级毒品是很不好的。好，那这个时候你只有透过身体的清理，把这些毒垢给清理掉。刚才文林老师讲那个固体、气体、液体要怎么排掉呢？在排掉的这个阶段里，是透过呼吸出去，透过那个排泄消化器官排出去，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让那些毒垢啊从你的器官里头浮游上来，然后才排出去，那是要载体调整术。排出去是透过呼吸法把它推出去，可是你连结在五脏六腑的这些东西要怎么浮上来，那是要透过载体调整术。就身体里面的毒垢啊，是在五脏六腑里头乃至血管，要怎么清掉，要透过这个东西。所以你有吸毒的情况，其实它是你必须清毒，清理那毒品肺腔的毒垢，颅腔里面的毒垢要怎么清除掉，要透过这个载体调整术来。很神奇，没有办法用口传，只有教你去做，就包括你这个要怎么动。
啊，动得对不对？那你就到禅堂来，我们才能教。我在这里教你这样动，有没有很奇怪？那在禅堂里，对于你突然爆发的那种反应，我们有完全的安全设施。有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只有这个方法。还有一个，北京有个神医，他有个方法，但是我跟你讲，他的方法就有点像虐待狂在虐待病人一样，你肯定受不了。那你要有机会遇得到，他治疗费用相当高。我还跟他讲说，拿钱来给你虐待啊，他说啊，不然你去死好了，对不对？他就这样告诉你。他像个狂人，你就没办法了。那我说你没有人来找你，他说全部他到他手上来的是医院宣布死亡的人才抬来的，那当下就要把他救活。你看他要多少钱，然后他根本就，我说你要虐待尸体哦，他没办法，这个病就只有这样子。啊，他不是每一个都成功。我们也告诉你，我们不是每个都成功，因为他的要领在你身上，不在我这里。我是教你的，可是要怎么做是你来。我们不是医哦，不是医生，你里面的东西把你割开拿掉哦，我们是没有，我们只叫你动而已，叫你怎么动。啊，你要是不愿，我也没办法，所以没有百分之百的，各有先决性条件。OK。用口吐气跟用鼻子吐气对身体的差别，有这个差别，好，不可言喻。为什么有差别？恕我也不知道，就是有差别。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讲理论啊。所以外面单方面就是说用鼻吸口吐，那我们在这边全部都是用鼻吸鼻吐，对不对？对。这就是我们的密码，你把它学起来很有用。OK， 请问师父，刚刚提到念阿弥陀佛配合呼吸的方法，可以请师父再详细说明吗？请参加佛七。我们佛七七天，第一次办已经震撼全国念佛界了。我跟你讲，我不会做庸俗的活动，我只会把最精彩的拿出来挑战我自己。我们的念佛啊，实在是不可思议。那个是自己在调整，一起就一个呼吸念十句。那基本上第一次来的都没有办法念，所以他就要开始去调整他自己，因为一个呼吸十声呢，还是佛佛佛，不是阿弥陀佛，因为你刚开始不可能阿弥陀佛。好，那就在念那个佛佛佛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种情境，真实的情境，就是我真如阿弥陀佛三个是合一的，你要去把这个东西弄在一起，你才有可能，你会很清楚的看到你的呼吸是什么状况。这个是阿弥陀佛在这个世界上所寻找的，我只能简单的这样讲啊，48个最殊胜的方法当中的第18个。但我告诉你，所有净土宗的人在解释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通通解释错误，你知道吗？因为我在跟大家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告诉大家，最伟大，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就是法照法师，他去听了文殊师利菩萨在五台山的一场最高级的交响乐以后，
他就谱成了《无慧念佛》这个曲子。这个曲子的成就相当于啊，相当于莫扎特到95岁的时候才能谱出来的曲子。你知道莫扎特的《魔笛》几岁写的？11岁。莫扎特的天才啊，他31岁就死了，他要活到95岁、93岁以后，他才有可能谱出这样的曲子。所以我跟各位讲，中国伟大的音乐家是很伟大的，只是啊，他们都以禅师的身份出现了。无慧念佛就是那么了不起。无慧念佛在念的时候，就好像啊，有点头在晕了哈。暖柜你知不？那个菩萨把你这柜哈，在空中跟你揉。它有高音有低音这样的搭配，有快有慢，那个韵律啊，就像把你这一个百炼钢啊揉成绕指柔这样子。但你要能唱得出来啊，我告诉你，只有华严佛堂具备这个本事。因为我们佛堂不是长方形，是正方形，你知道正方形，而且我们的音箱效果啊非常好。假如我们能够装上那个教堂的风管呢、啊，那就更不可思议。啊，不急啦。不过我们目前已经可以发挥很好的念佛效果。那个可以念，就是我刚才讲这样试着去念。这个理论要讲完整啊、哦。因为我10天每天要讲2个钟头，那你说要怎么讲？你必须到里面，我才能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来告诉你。OK。最后3个问题，其中蛮相似的：念佛是心念还是发出声音念？如要以大悲咒填满生命空间的话，请问师父要计算吗？可以默念吗？我跟你讲。我们教你的你都不用问，进到里面你就知道了。无慧念佛当然要唱出声音来，华严念佛法门不出声，你要出声也可以，肯定你无法出声。 OK。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达成呼吸正常等长的人死的时候是什么状态？那个他死的床铺会自动调整头向西方。你知道等长的时候你在念佛、啊、不要说死了，讲到死都没有人求证啊，死就死了，谁知道怎么样啊。你在睡觉的时候就有一点好像睡在水床上，水床的感觉有没有？没有的话去买一个哈、哦，游泳池那个那个垫子，一垫子你在游泳池上躺着，大概你睡觉的时候都会有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身体很轻盈。OK。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对。那我们非常谢谢海云师父这堂课接纳，没有分别，没有羁绊。那我们先以掌声，我们先欢送我们师父。谢谢各位，希望大家健康快乐。那再次感谢各位。